恶魔附身，美少女驱魔师来了。驱魔师这一行随着时光流逝开始老化，但人们对驱魔师的需求并未减少。美国的拉森牧师想到一个好点子，他开始训练年轻女孩当驱魔师，说她们特别有潜力。他们用圣经、十字架、圣水及一些新法术到世界各地驱魔。然而，这些驱魔师认为《哈利波特》和《暮光之城》都是恶魔之作。我们有上推特哦，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。